我哋今日喺丹麦嘅第一日，我哋出发。哇！我哋发现咗咧，呢埲墙上面咧，全部都系啲蓝莓嚟嘅，好得意啊！呢度好出名嘅一个精灵，佢系会遮住眼睛嘅。对，很漂亮哦。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。我喜欢这个耶。哦，你喜欢？哦，因为它。它们最具代表性的美人鱼，不同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好可爱哦，真的哦，这好像是 Snoopy 耶，你觉得有像吗？有，这个有像。大家，嗨，没有。你是在做什么？老板来买的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公主。啊，这个也是。这个。我哋又嚟到第二间嘅嘉品店啦，呢度嘅嘉品店咧，全部都系卖一啲好精品嘅嘢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杯子吧。装蜡烛的。蜡烛的吗？对。好可爱，你看。遇到了这个台湾的人在丹麦读书。台湾人跟丹麦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平常的家庭活动就是大家会聚在一起。就全家，然后就一起看，像现在圣诞节就有那个圣诞倒数，就是每天都有20分钟的小电视节目，然后全家就一起看。每天对，因为我是住接待家庭，所以大家都是很，就是全家都是很温暖，然后他们点很多蜡烛，哦，所以就是难怪这里这么多，对，他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蜡烛，是很多的吗？超多，哦，真的，而且。像有一种倒数的，就是他们圣诞节会，有圣诞特别版，哦，就那个，对，有1到24颗度那个，一天点一点，然后就会，哦，从12月1号开始，到圣诞节就会，哦，原来是那个作用，嗯，那你觉得那个家庭是不是特别的快乐？嗯，他们平常很快乐，会吵架吗？会，但是他们是那种就是像。沟通就是正常，不会像我们亚洲比较长辈，就是长辈比较大的那，他们比较平辈，然后就可以。他们比较像朋友，像朋友的互动吗。对。我看到这里的staff 都是很开心的，我知道你有觉得吗？就是对，对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丹麦米芝面包店。在忙吃巧克力，我点巧克力粉。好吃吗？里面真的全部奶油哎。好吃吗？里面就很像那个蛋糕上面的奶油。不过真的蛮甜的。好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逛街的 Jenny， 她现在要走路，她叫了我们一句那个丹麦的话，拜拜是怎么说？嗨嗨嗨嗨，就是嗨嗨嗨嗨。